你要去医生。为什么去医生？因为我你要看我的病。有可能是出血痘了，所以我现在去看医生。你看头发还乱的，头发也没有梳。好了，我们你自己看好不好看？嗯，是不是啊？所以每天早上梳头发呀、啊。那你早点起来，我们把头发梳了就好了，好吧？好了。对。嗯，好了，戴上啊，回来我们再梳也可以。今天我们没有上课，现在带着出去看医生了、嗯。对。走吧。明明今天还上课。是的，好了，我们走吧。不过还是很漂亮。好了，我这里还有个痘痘，我的天哪，快快快，看医生。我先去开门啦。好的。早上也在出，快快快快走走，去跟医生，等我跟医生讲啊。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血痘，我感觉像。来，先跟医生讲。嗯。我们先去方麻西问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医生？没有的话，我们去昨天我找的。来，走去方麻西。没有了，会怎么办？应该会有的，来吧。下面我们要排队哦，但是您可以看一会儿，好吗？我有，走了，知道了去哪里？要走11分钟的路，走吧。哎，长吗？小帽帽戴上，11分钟，你觉得长不长？一点点。1分钟。11分钟。牵个小手是吧？好的，走了。这里我的手上快要长3个痘痘了。没关系，妈妈不怕，妈妈长过的，所以我不怕。我没有汽车，我不能去我以前的那个医生那里。然后我到了药店，跟那个医生特地去找了那个人，跟他说了，我需要找一个不需要排队、不需要预约的医生。结果那个人给了我一个电话来，我坐了半天，我觉得不对劲，因为每个清晨都有名字，都是有预约的。我果然没找到人，没有预约，别人根本不介绍信给我。我真的是要崩溃了，我又要走了，又要去找其他的医生，好事。小米走走走走走吧，小米好困，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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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ive me address please. With my phone is better. I can keep this. 这个世界还是好心人多，他们帮我约了一个医生，而且就在今天，就一个电话打的，还送了女儿一瓶水，是不是啊，小米？你谢谢了别人没有？谢。D'accord. OK. Merci beaucoup.没关系，水我给他啊，等会把钱给别人。好了，哦，
哦，没把它拍下来了，他把钱还是塞给你了，是不是？那给你。你看看别人的很多好，我们今天还算是幸运的。哇，你留着。哦，天哪，太幸运了。我以后还要再来。这是酒店再来。我们要。我们以后要去酒店的地方送给吃东西。和你妈妈下次约一下这个酒店吃东西。正当我不知道该如何怎么办的时候，我去了前台，他们会讲英文，我就跟他讲了我的情况，让他帮我找一个医生。前面的那个坐了一个坐的士的司机，就是开的士的，他就帮我打了个电话，然后跟别的医生约了一下，今天下午就可以去看医生了。人特别好，我塞给他小费，我给他5欧小费，因为他给了我们水啊，帮我妈。等我们出来的时候，他硬就塞给我们了。好人还是多，这个世界。差一点，我的就是最差的方式就是直接打车去那个去医院做急诊，因为我的车拿去修了，我的车开不了。应该说我的车开不了，还没有拿去修。果然，平常我没有做坏事，现在终于运气来了。好开心好开心，终于能约到医生，下午4点多钟，步行要半个小时，我没有车，步行去吧，走半个小时。好了，小米来，我们现在可以回去了，我的脸都还没洗，回去洗个脸。走了啊，走了走了。此时也许有人会好奇，小米的爸爸在做什么呢？首先呢，我非常感谢安娜的妈妈今天来找我，解救我于水火之中啊。小米的爸爸呢，他的骚操作呢，我只能呵呵呵。事情是这样呢，在我带女儿去看病的前一天晚上，我就已经给小米的爸爸发了短信啊，问他女儿的班主任的邮箱地址是多少，让他发给我，因为女儿生病了，我估摸着应该是水痘，所以她不能去上课。小米的爸爸呢，看了这封短信以后，他当然是不会给我回复的。然后第二天他说他中午到我这里，把女儿的那个怎么说，像类似于像那个疫苗本一样的东西给我，那个一个小书本。他说你去看医生的时候就把这个书本给医生看看，让医生顺便把女儿应该今年他应该要再打个疫苗，让他再把那个疫苗打上。我说好 ，OK。然后跟中午跟他碰面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也跟安娜的妈妈见面了。当时呢，安娜的妈妈知道了小米的爸爸就在楼下，然后碰面了以后，我们几个都看了，就碰面了以后，安娜的妈妈看得有点害怕，准备想转身走的，被我拦下来了。我把他拉住，我说你千万这个时候不能走，你走了他肯定就会找理由上楼来，然后跟我扯皮，你别走。我把他拉着就拎上楼，他说啊他你不让他上来吗？我说当然不让他上来，为什么要让他上来呢？是不是？正在我边准备午餐边跟他解释小米的爸爸有可能按照他的那个我对他的了解，他应该会找我吵架的，但是如果安娜的妈妈在的话他肯定就不敢了。果不其然，正在我跟他解释的时候，小米爸爸打电话给我，一开口就批评我，你为什么不给小米的老师打电话请假呢？我没有他电话号码呀。那你为什么不给他发邮件呢？邮件我昨天不是问了你邮件了吗？你没有告诉我呀。然后小米爸爸这个时候又说，啊，你可以百度呀，你百度的时候他们肯定就会有他的学校的联系方式，上面肯定有他的电话号码和邮箱啊，你打电话给他或者是你发邮件不就行了吗？你怎么什么事情都做不了啊？你怎么这么懒呢？什么事情都不愿意做呀？巴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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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对我一通指责。所以此时此刻，如果换作是你们，你们会怎么做呢？小米，去医生，去看医生。我们步行去。好了，我们到了，来，小米。你看，妈妈开啊，你看。
好的，进来吧。哎呦，乖乖，终于找对位置了。今天能看上医生了，太好了。我看看你的小脸蛋。我一摸这个脑袋这里一个包，这里还有，我一摸这里还有一个包的，这里的。天，大爷，疼不疼？痒不痒？这是背那里痒。背那里痒，千万不要抠啊！摸呀，拍一拍，拍一拍，我给你揉一揉。嗯、口罩戴好，别取下来了，有点痛了。好的，玲珑，终于，我们从这里出来了，然后下去。我按这里吗？对，这是普通的水洞。好吃的，按呐、啊。好啊，来出来吧。普通的水痘，哇！妈妈为了你今天一整天脸都没有洗，好冷。嗯，好了，来吧，总算药开了，我们现在赶紧回去，赶在那个药店关门之前把药买了，这样的话你就晚上你就不会痒了。你看到他医生刚才跟你说的了，记不记得？有个药给你喷下来就不会痒了。好了，我们要走啦。好，把这个先拿好。哎呀，好棒啊！你的胸前的好直啊！好的，来，你看，你别看，好，这医生说吃的药，给你倒点水，水，你去拿水，水，去拿。好啦，好了，然后呢，我们现在呢，想准备去洗澡啦。是你要准备。现在我去洗，洗完了之后你来洗，洗完之后他要睡觉了，好吗？今天累着了啊。对呀。今天跟妈妈一起走路走辛苦了。你看。哎呀，沙发搞坏了的啊！我还这样子，我可以搞坏吗？那也不是。好了，来，我们跟大家拜个拜。拜拜，下次见。是的，下次见。